长官，还有不请自来的。我是十多哥的嫂子十四姑。知道，没见过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从娘家来，听城外的人说小叔子出事了，我就来了。为家人求情。啊，说说看。十多哥从小就没了娘，我们平时总是宠着他，把他给惯坏了。 他太愣，贪玩，不爱念书，好打架，混得很。哎，我说你这是夸他呢，还是骂他呢？啊？哦，也夸也骂，心疼他。说正事儿。我来是想和长官商量，放了他，让他去玩去乐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，我来顶替他。 这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儿啊，都由我来操持。长官要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您就问我好了。你就把他放了吧。嫂子，你别在这胡说。谷哥，听话。你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，所以丢车保帅。嗯，对呀。好。 既然如此干脆，那你就说吧，说完了我放了你，免得耽误我的时间。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就算是交换，也得有个门道。你一个女子寡妇，在家里能知道什么？老三、老四知道的，我全知道；他们不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。 除非石老蔫儿另眼相看你，那当然。啊，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儿。啥？十多哥可以走人，我要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不放你呢？您会放了我的？十多哥，你说呢？嫂子，我不用你替。 赶紧回家去，多哥！你别说了，你回家去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呢？不就是一把破刀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用得着这么藏着掖着吗？啊？那好吧，十四姑留下，十多哥走人。 多哥，去念书，多远都行。赶快走。多哥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十多哥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我不想为难你的家人。没办法，我的部队要强大，需要新式武器。 没有新武器，别人就会来围剿我。你也明白，我放了你，可能我会后悔，但我认。为什么？为的是三年前你的救命之恩。你走吧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 再跟你废话，里边请吧。现在可怎么办啊？十四姑的事儿想不了那么多了。多哥，啊，今晚你们必须走。林所长答应协助你们，一会儿咱们分别去寺庙等我信号。 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记住，多跑几条路，别让别人盯上。那行吧。
你这嫂子可真奇怪，刚才还伶牙俐齿的，石头哥走了，你也打蔫了。你看，咱们是边吃边说，还是边喝边说？ 十四姑会看钟表吗？不会。晚八时，你在这里已经待了好久了。司令可会喝酒？喝酒？嗯。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。那好啊，我能陪司令喝一杯吗？和我喝一杯，那还能说话吗？逢年过节家里喝点酒，属我话最多，他们几个的酒量加起来都不如我呢。<笑>好，那我就陪你喝两杯。上酒。是。 敬你一杯，这杯你也得喝掉。喝两杯，这算什么规矩？我军的规矩。我又不是。不是也是。洪先生喝，我就喝。 司令知道我不喝酒，上干。十四姑，司令的面子你都不给吗？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不喝，就说不过去了。我干了。 十四姑，嫁到石老娘家，糟蹋了。嫁鸡随鸡，嫁谁不糟蹋？不嫁不糟蹋。嫁一个是糟蹋，嫁两个是糟蹋，嫁多了就不觉得糟蹋了。 咱们该说正事儿了吧？说啥？你留下，不是来陪我喝酒的吧？啊，司令，我还能再喝一杯吗？还想喝酒，主动请缨。十四姑，司令，咱言归正传吧。 你别插嘴，我就不信我喝不过这个娘们儿。来，把我的藏酒上来。是。司令，咱正事还没说呢。嗯。我怕人抬杠。 也喜欢人抬杠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敬这女子有多大的酒量，像不像个压寨夫人？
要是像呢？二话不说放了你。要不像怎么说？那由不得你。这像不像，都得死。不至于死。好，那你说怎么喝？ 现在走吗？等等，林公子，林公子利用巡查机会查看墙外动静，等杂树林一旦没了士兵，就让一溜烟报信儿。估计要晚一些，三更以后吧。这一溜烟儿靠得住吗？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只好赌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 用不上，拿着。我不要，不听我的话了。拿着。云妹啊，病好些了吧？嗯，好多了。晚上可能搭不上车。 而且要走很远，你可要挺住啊，多哥。如果云妹走不动了，你要背着她，天亮之前不能停。你放心吧，先生。对了，匕首藏好了吧？收好。 匕首将来，我把它给谁呀？有朝一日，等国家安定了再说吧。国家，哎，可不能打瞌睡啊。对了。 许久没上课了，现在我给你们讲一首柳宗元的诗，这里有笔吗？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司令，嗯，该放人了吧？ 还没完呢，喝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司令，正事儿，他正事儿还没说。 十四姑，醒醒。
我醒着呢。你见过是老蔫儿藏的匕首吗？见过。后来呢？他在哪儿？在我那儿。在你那儿？啊。有几只啊？笨蛋，当然是一只。 那藏在哪儿啊？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。<笑>那你现在能告诉我，就现在。急什么？ 世传故多谬，太史真无拘。一次背不下来就背多次，最好把它记下来。今天啊，我要给你们讲一堂新课，数一数这上边有多少字，要快。 150个，就你脑子快，你一定看过了。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过。朵朵，你学过的杂诗有多少个字？50个。聪明，云妹，背一遍。 西北有浮云，亭亭如车盖；西灾时不遇，是雨飘风会。第三句是什么？吹我东南行，行行至无会。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是欺人。对，这俩字儿有什么特别吗？<笑>其实啊。 我是抛砖引玉，我是想说，数清楚某个字在某诗中是第几个字尤为重要。这个办法曾帮助宋朝军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密码体系。比如，前方的将军需要增援，查找一下军事战略表。 增援属于第六项，那么他们就想办法把这第六项写进密信中。我们以永金科为例，第六个字是泰，那么他们就在这个泰字上下文章。他可以说“顺问泰夫人安”，那么就在这个泰字上做上记号。 当后方的指挥官接到密信后，仔细这么一推理，就得出增援的结果。这个办法妙，就妙在密钥上。因为这样一来，即便密信被敌人截获，即便他们发现做记号的字，由于无法确认密钥，也就无法知道这个字的含义。 这个还挺带劲，那后来呢？后来还有别的故事吗？不是很多，以后慢慢讲吧。哎，我有些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嗯，走，上去看看。哎。
下边有两个抽烟的，他娘的见鬼了，东南西北都有哨兵。上哪儿啊？走。就是一把破铜刀子嘛，走，我把它给挖出来。挖？在哪？在西墙下。西墙下？你不信？啊？谁买的？公公买的，我都看见了。那现在走，你敢去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敢，我就敢。嗯，让卫兵陪你们去，我在家等着。十四姑，好样的，要这夫人。好，司令，一会儿回来接着跟你喝。好，接着喝。走。别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等等。洪先生留下，我陪你去。哎，所长，你干啥呀？来，你拿着。哎，所长，拿着。干啥？哎呀，咱豁出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咱到。哎，苏秘书，你肯定没喝饱。你就想压寨夫人。压寨夫人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哎，小心。你小心点。没喝。司令，就在那儿，我们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我给你带路。哎，司令，我还是搀着你。我没喝多，老晃悠。来，上来。你说就是？就在这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司令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司令，你在上头等会儿。我先下去。不，我先下去。我下去。挖出来。我下去。哎，司令。哎呀，司令，你这手可长得真结实。十四姑，你都看出来了。我都看出来了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你们司令掉下去了。司令，司令。臭娘们儿！哎呀！臭娘们儿！打仗了吧？好像在那边，是吗？西面有枪响。不管他，咱走。
牺牲战友进来了，快点！这喊什么呢？哨兵，哨兵，快冲过去啊！这是有贼！贼！哎，你给我去看。哎，待着吧。谁？我李龙才，快走！多哥，快！里面，喂，给点东西啊！林总，小心，忘记什么，待会儿锁好门，把钥匙给老孙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说。哎呀，听话，听话，一会儿回家等我啊！听话，多哥，快走！回来呢啊！云姐，哎呀，小心，听话，玉梅。手呢？你不系腰上了吗？是啊，怎么没了？坏了，肯定是刚才掉在半路上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拿。哎呀，我去！不行，先生，太危险了。我陈州却功亏一篑，绝不行。先生。听见没有？
不能了，咱先走。快走吧。穆先生，你去哪儿？正忘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我正想问你，问我什么？先生，对不住了，把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匕首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哎呀！有人砸墙啊？哪儿呢？哎，你听，好像是谁？
别动！出手就打死你！裤子提上，过来。树林儿，咋了？你这都没人了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司令，一男一女骑着马冲出，我们认出男的是警察一溜烟开了枪，没击中。我们追逐一里地，没发现尸体。谁开的门？我在问谁开的门？我，他号称有紧急军务，我怕。缴了他的枪。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他被打死了。我们在杂树林还发现了地洞。司令，砖窑那边有地道。司令，地道，地道。该整。